同学们，今天我们来画一画几个不同职业的人。我们先来画外科医生。那你们觉得外科医生这个职业怎么样？很优秀，很有才的。外科医生很厉害，也很仔细。他戴了一副眼镜，短短的头发，这是最专业的外科医生。下一张我们要画的是赛车手。 我画的这个赛车手特别的强壮，也特别的高。赛车手应该是一个男神。如果是一个女生的话，她的长头发会挡住她的视线。我画的是一个光头的男生。<笑>最后我们来画一名航海员。航海员手里有什么东西啊？望远镜。 对，是赛车手。船长，他戴上他的女朋友，戴他的船上，他的女朋友也喜欢大海。现在你们想不想看到真的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呀？想。你们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大家好，我叫曹子爱，我是一名赛车车手。我叫白小恩，我是一名航海员。大家谁想体验一下望远镜里能看到什么东西啊？有没有谁长大想要成为一个赛车手的？ 睡在船上，船上有船舱啊！自己的心脏在跳动，咚咚咚咚咚咚，自己的心脏在跳动，是不是？我跑过去。